这不小老弟儿吗？耍啥看这样子不服，来你打我，来啊，今天你浩二爷就在这儿，来你动我一下试试，快点的，打我这里，你打呀，你倒是打呀，你快点的吧，我一天不挨揍浑身难受。大哥头一次来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儿贴饼的可是特色。哎呀妈呀，面和的有点稀了，那给你当面膜吧啊，放心，这一锅算送的，不收钱啊。狗日呢，你看一下我新买的鞋咋样？嘿嘿，哎呀，我听这味儿，你全都死了你！一二三，使劲！一二三，使劲啊！我在车上这么用力的推，你们谁没使劲，你们谁心里清楚？我可告诉你们啊，今天这活干不完，谁也不能吃饭。突发奇想，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，把我们家狗染成了七彩的，然后他就不停的冲着我叫，好像对他的新造型不太满意啊。孩子们，跟紧为娘啊，咱们去你舅舅家串门。哎，老七老八哪去了？哎，老三老四老五呢？哎，老大呢？都哪去了？我的强项来了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实力。虽然我不是冠军，但是亚军一定是我的。喂喂喂，你们搞什么？有你们这么对待亚军的吗？是不是买不起？这是一个不毛之地啊，在这折腾一上午就掉了这么一条，连喝汤都不够，不够拉倒，我还不伺候了呢。呸，活该你空军，回家喝白开水吧。看你头上的伤，这是打了败仗了。伤是小伤，不碍事的。猫在江湖飘，哪有不挨刀啊？不是你笑什么玩意儿？我受伤了很好笑吗？我去，那谁呀？老黑，老黑你快点过来看，老黑那是谁呀？什么？谁？我去，那不是猫界大明星吗？他可是我的偶像，迈克尔·摩特猫。我去，哥们儿，你从哪弄那么大鱼头啊？那个，咱交个朋友呗，要么我给你当小弟吧，实在不行我给你当奴才也行了。哎呀，你别走啊，咱都可以商量的嘛。不是大哥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能怨我，我跟你老婆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妈呀，搞半天不是来打我的呀？兄弟，能不能让我吃两口啊？我吃两口就行了。嗯，我去，你没吃过饭啊你？你上辈子是个推土机啊？兄弟，我不行了，我癫痫犯了，你不要听，替我多吃点，否则我死不瞑目。这一刻，我们的目光交汇，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从他的眼神里，我读出了欲言又止的犹豫。这一刻，我妈呀，我憋不下去了，怎么地？你认识我啊，天蓬大元帅？